是三零一。看到我背后的这个场景呢，就知道我们今天又出国啦。我们要去的行程是潜水圣地图巴塔哈，耶！而且我们以前都没有去过，所以这一次是还蛮期待的。那我们刚抵达了马尼拉的机场，好久没有来了。之前来的时候是去薄荷岛的时候，大概四五年前吧，四年多。那希望呢，图巴塔哈可以带给我们有更多的惊喜。等一下就要进去马尼拉了，觉得要去哪里比较好？现在来到了第一间饭店，那我们今天会在这边住一晚，明天才会去巴拉望的路上。为什么？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菲律宾马尼拉的夜市，我还真的没有在菲律宾逛过夜市哎、欸。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。好啦，我忘记了。它里面的介绍 BBQ 的串烤的东西看起来还不错，我们来帮你们试吃。逛逛街，然后等转机。那现在是大概下午四点半，我们又回到了马尼拉的机场。那刚 check in 完，等一下就要搭国内线前往巴拉望了。明天开始就要准备我们的潜水旅行啦。那到了巴拉望之后呢，再告诉大家当地的情况吧。Go。我们现在到了公主港机场了，而且它出来还蛮方便的，就是直接在这边领行李，然后这边也有卖一些网卡的东西，然后领完行李就直接出境。就我们现在来到了超市，要上船前的补货，而且这个城市居然还有这么大的梦，已经很先进了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落后，对不对？嗯，谁啊？Supermarket 哦，偷买 Jollibee。他说他要买的，是他要买的，帮他买的。啊！现在我们把装备拿上船啦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船速的船，有点酷哎，它这个还有一个吊船的。哎、欸，船员起床啊！它这个房间超特别，你看你退后一点，你退后一点，它就是上下铺哎、欸，上下铺很像那个人家远洋的跑船的，对啊，所以我要去跑船了。呀呀呀呀，机长啊！哇，这个水的能见度也太赞了吧！像我们现在就在阿透里面。这个环礁还蛮酷的，而且它的水有够平的。
去前点的时候会坐这种小船，而且它这边的前点都是在环礁里面，所以其实都还蛮平的，然后能见度也蛮好的，所以非常推荐。而且我们 check dive 就可以看到鲨鱼，有没有超赞的？那我们现在准备去第二前 go。Thank you.
天下午潜完两只回来，现在在休息，等着要吃晚餐。而且现在超糗的，洗完澡，然后现在躺在床上，外面还有这样的风景可以看。噔噔，是不是超赞超糗？而且我们喜欢船宿的原因是因为上来的时候装备有人帮你用，那你就上来洗个澡，整理一下，等吃晚餐，然后非常的放松。而且去潜点就直接开船到那个潜点，所以这样就不用来回的那个船程，就会非常的方便。虽然这艘船的房间有点小，然后床有点小，如果一翻身可能就会滚到床下去了。但是呢，因为没有来过图巴塔哈，所以这一次是第一次来。那也期待后面的潜点会有更厉害的东西，因为本来今天他说蛮厉害的，结果好像也就是小东西。但是鲨鱼是真的很多啦，而且他这边的珊瑚都是一整片的，超级厉害的。所以呢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明天跟后天还有明天跟后天还有三天可以潜，所以希望呢有更厉害的生物可以出现，还有 Manta 还有金鲨。那关于船宿的部分呢，我们之后如果还有再去马尔蒂夫的话，我们会更深入的介绍马尔蒂夫的船宿，因为马尔蒂夫当然就是我们的人生中最爱的首选，所以呢也推荐给大家一定要去。接下来呢，等一下就要吃晚餐。他这边的晚餐虽然简单，但是厨师都还蛮会煮的，然后他上面的工作人员都是还蛮友善蛮 nice 的。终于要回家啦，但是呢，这一趟潜水下来
到什么大雾，真的有点可惜。可是它这里的生态其实是蛮好的，很多的海扇其实都比人还要大，只是比较不幸运的是我们这次都没有看到大雾，好伤心哦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下午就要搭国内的班机从巴拉望回到马尼拉，然后会在马尼拉住一晚，然后再回高雄。这一次的潜水呢大概就是这样啦，那有什么精彩的片段呢，我们会留在影片的最后，请大家拭目以待吧，拜。